神族，而且不是你我这种低等神族。看着，明天离开这里吧。你收我母亲的仆人。那以后要是遇上认识你的人，你也听我的。从今天开始，你就叫叶十七。十七忙活了一上午，做的全是你爱吃的菜。以后这些活都你干了啊！我以前在山里流浪的时候，过的时候什么都吃，就发现了好多好吃的花。以后我再给你吃。啊！你傻呀？这是毒药，你还真喝？你给我的。怎么脸红了？是不是也想讨媳妇儿了？不是跟你说你回去了吗？你是一定要跟着吗？你这么贤惠能干，以后也不知道会陪你哪家姑娘。你这样的尽量少进山吧。你这样的也不要来。听话，我等着你在这里。十七，别动手。我要带他走。听话，回家。要是找不到我呢？一直找，一直找不到你，一直找，找到为止。我希望你一辈子都是十七，必须要听我的。怎么是你啊？你怎么在我屋子？对不起，我让你失望了。十七，我腿疼。帝皇，不管遇到什么事，都不会再让你想要依靠一下时却找不到，永远不会再有第二次。